大家看，这颗三角梅是前段时间扦插的，现在长势非常不错。当然了，像这种状态的三角梅呢，我们还不能大水大肥的养，因为它的根系还不够发达，所以呢我们主要以养根为主。那么像这种状态呢，根也长了，但是不够很强壮。我们这个时候想要养好根呢，可以给它用这种微生物菌剂，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它可以改良土壤，同时呢又有少量的营养补充给这个根系，那么达到松土助根的同时，又能让它正常的生长，又不会缺肥。虽然说它叶片长得多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养根为主，不然的话呢这个根长不好，那么后期也是很难把它养好的。当然了，正是由于它的根系不是很强壮，所以呢 这种过长的枝条，营养过剩的枝条，我们要适当的给它剪一点，不要给它过度的消耗营养。如果大家也扦插有三角梅，或者是扦插其他植物，或者家里面的话根系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呢，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微生物菌剂来改良土壤，促进养根，把根养好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